Minute is your friend. But I always need some questions. Okay. You need some questions? Oh, yeah. So how's your day going? I always say same old, because it's easy same old, same old. Oh, you do something. Nothing special. My day.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잠깐만 내가 이거 좀 치우고 올게요. 좀 아니 진짜 그 진짜 뭐 있어? 그 수영생이네요. 아 이거. 아 진짜 있어. 진짜 있다고 여기. 이거 봐. 진짜 있다고. 오케이. 일단은 귀여워. 哎，我今天都穿的有吗？就这个，真的有。好了，好了，那是 center， 那是 center。啊，太完美的话没有意思，没错，特别没错。Okay， what we saying is when the main gen just come back， who's coming back to Korea？ Just say to us， I said to me and Yang Yang that we grew up some， yeah。You grew up some these days, and Henry is nothing changed. Henry couldn't have nothing changed, but me and Yang Yang is much different. Mature. Yeah. But I noticed why today you guys are so quiet. No, I'm not. Completely silent. Because, after all, it's still just separated for a long time. Right.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of feelings.감정就是现在，哎呀 ，OK， 终于回来了。이렇게하자이렇게하자한명씩나한테하고싶은말해주세요每一个人你先跟我说。啊，我只是说，听，要不你跟我，我是今天来的 ，I'm the ruler。啊，你是厨师，啊，是厨师，确实。还有，哦，我们这样吧，要不 ？So I'm saying I want everyone like each one of them to say something to me. Cool. That they want to say. 嗯，那谁先来？Okay. 忙内吧。Who go first? Say something. Okay. I'll give you number. 他不是说他是忙内吗？不是啊，说明你有什么 ？Okay， 我说自己吧。不是，你要说对我每个人。对我。Okay， 最后你对每个人说。你想不让我走吗？我不要让你走。我知道你脸会尽快点。已经哭过了。哭过了。啊。这个也是天麦啊。天麦啊！天麦太多了。这一个是天麦啊。对，我们你先说。我先说啊。对啊，毕竟。我们宿舍是我们三个人住嘛，所以其实 Ten 平常之前在宿舍的时候，他很有存在感，这怎么说？就是因为我跟酷哥平常都是在房间里面打游戏啊，或者睡觉，或者自己玩自己的东西嘛。但像 Ten 他就会在客厅陪猫啊，然后看电影啊，干嘛？所以其实他走了之后，你不觉得宿舍变得有一点点冷清？不是一点点，是非常冷清。然后我们因为很。伤心嘛，所以就越弄越乱了，是不是？嗯，对啊，看一下，然后就现在他回来了之后，就感觉又回到了之前的那个感觉。嗯，然后所以我这几天我一直在跟大家说的是，哇，这两天真的是有像过年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回来了，然后又一起吃饭，然后就一起聊天啊，然后就聊了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就别哭了，应该。不是亲啊，都哭过了，亲已经哭过了是吗？哭过了，对。哎，但说实话，这个跟他们讲，这个 TMI 是最后吧，最后。啊 ，TMI， 你想跟我说什么？哦，就是很久。没事。继续就不行。说什么？啊，打断我之后，我不知道说什么了。啊，对。那你最后你 TMI？ 啊，没有，对，很久没有一起。坐一辆车，然后今天也是我们一起坐一辆车，坐满了，然后就感觉是真的，对，真的很少有，然后我终于可以放声歌唱，对，因为我在车上唱歌，希望你们忍一忍。对，好久没问，很好的，香香的味道。不是，我们在车上一个浓甜嘛，一个中甜，我是好好的味道，我没做什么东西，永远让它可以。这是可以说的，我觉得这不知道，好像是玩那个叫什么狼人杀一样，这个到底是谁是凶手？就是我们今天呢在坐车的时候呢，然后突然车里面传来一股鸡味的异味，对对的，然后呢就是 Ten 说这个味道呢，
所以呢，所以他就是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的。对对，然后就是说，就是 Ten 刚刚说了一句什么？他说好久没有闻到，就是你们的这个味道，感觉有点不习惯了呢。欢迎 NMC， 欢迎各位。不知道是谁的，对，还是 Mystery。快来跟他 Mystery 跟我相信一些神秘神秘相信一些，我想听空哥跟他说。我跟他说，其实那天晚上也跟他说很多。哦、再说一遍了，大家要知道，其他人都没听到。啊，没有啊，那天晚上那个，我跟你讲，单独讲跟在别人面前讲是不一样。对，真的。对，完了那天，那天晚上就说啊，就我说最多的话就是辛苦了。我今晚真的说最多的话就是辛苦了，然后就是真的很想你什么的这样的。보고싶었어야이런말어이런말제일많이얘기했었는데但是我可以有一个TMI可以说吗？我包随便。你我们是一起吃饭的时候嘛，杨洋他有撞见的，不管我嘛，然后他一喝不是喝，一吃，然后干嘛？他是天哥，我试试看想你，然后杨洋就是杨洋悄悄的说，总是说那天晚上很多成员没有看过的一面，对，就第一次看成员一些面，另外一面这样，对，没有看，太久没见了，这个人都变了，是吧？很 sweet， 很 sweet。双俊呢？那我的话就是在对，今天。有一点，有一点酸酸。OK， 相信可以。那我的话就是有 Ten 在这里，五个人一起，对，全部一起跳舞的话，或是各种表演的话，我会更有力气多一点。No. 因为其实我在队里面看的最多的是 Ten， 因为我经常就他的东西我想要学习嘛，所以说他不在的时候，我们跳舞嘛，我们一起上课，缺很多东西。对你他，我也很感谢他。他每次用头磕给我，每次他也one test my OK。他我在那边中国的时候，他也每次发给我这个你们练习的视频。嗯，然后我就哇，努力的这样。我想说就是想要 Ten 知道我们在这边一起努力，就是还是互相的感觉。所以说一直。不要给他一个人在外面的感觉，对，我们也在一起努力，对，所以经常发视频给他。没错，我们看。那现在是谢谢Ten， 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哦，好，我你要对每一个人说，我觉得你要对自己说，我觉得是他粉丝们给我，我看一下粉丝们我跟他说什么呗，我们给Ten半个小时的这个主角光环。天佑，你用英语说吧。那你用英文说，你想要我都可以。厉害。说啊，我等着呢。说呀。说是谁呀？先。从敲军开始啊。从敲军开始的话，谢谢。对，其实我很感谢他，因为他每次都跟我联系。但是每个人都联系，但是感谢他，因为他每次都是哦，最近我是这样练的，我们四个人是练跳舞什么什么，然后都给我看，所以我又感，他你说一样的是一起的感觉，一起的感觉，对，每一次都 update 给我，是什么情况是这样，然后对，很，我觉得我对这个真的不好。对你对这种感动的话说不好，那挺好，挺好。所以说那天我吓到了，那天我吓到了，我也吓到自己了，因为我们在开 pool party。然后Kun， 就是我每次我你们一起跟说一起吧，因为我很无聊的时候，因为可以是在。中国在宿舍的时候没有成员嘛，就很无聊，都每次都是跟他们两个是发微信啊什么什么，说你们干嘛，我很无聊，你跟我打电话这个视频，然后他每次都跟我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一起说嘛，哇，然后他们也在一个宿舍，
什么呢？那一块也才怕就打，啊，好久不好了，好吗？是这样的，谢谢。比其实我都错了，嗯，不错，是我，不错，是我的，说，哎，算了算了，哎，说吧说吧，他也是尽量不去想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想不到，想不到，等一下，这个人，他在想，他在想，但是这。说实话，我们的风格都是一样的，其实没这么多这个话嘛。对，但是我也跟他们听说是很多，所以我很感谢你，因为你在韩国也努力了很多，唱歌、跳舞什么 rap， 嗯，然后这也是说跳舞啊什么。现在是宿舍跳，现在他脑子一直在转，一直在想到底要说什么。是在宿舍跳舞，这个舞啊是不一样的舞。OK， 阿木特，都谢谢。OK， 阿木特想说阿木特，总而言之，谢谢你们。好，总而言之，对 ，OK， 那我们把刚刚那一些话呢翻成英文再说一遍。我都忘了，我也忘了。OK。Ted， 你很棒，不是我们很棒，不是我。对啊，我们很棒。鼓励啊！你是说听不见了？他们声音是有问题吗？现在？可能真的是太小声了。现在，因为平常我们都拿得非常近嘛。对，今天是离的位置比较远一些。因为我们路人有一点 very 温柔，所以我们说不大声。对啊，你是拿近一点就好了呀。再拿进不就装不下了？装得下，把这个拿进点应该可以。不，再拿这个就好了。这个拿进，宽一点就够。对，它是整个不是整个凳子。可以，没关系。哎，还有一个。哎，没，那个那边还好，那边还好。不应该，我看。OK。这样吗？传切就是他。但是我怕等一下看不到Henry，啊，他这个比较小一点，没事，看得见。好，可以，OK。哦，转了。下面要上就是一种，坤，安内，好，转不动。啊，把那个，OK，转。哦，小女，你就往那边的有一种八种。嗯 ，OK， 那边进来一点。哇，我感觉我们好像五个人坐得更近了，现在。对啊，我都感觉。